遮，就是要修一个角。角就是角悟，就是要了解、深入人事的道理。咱啊，对人、对事、对道理啦，会通啦，真呢，叫做角悟。咱若是人事理未通，那就是迷啦，迷者就是心乱啦，觉者就是心静啦。所以咱若会当悟出了人生的人事物的道理。安尼呢，海阔天空啊，阁有啥物来扰乱咱的心呢？啊，扰乱咱的心啊，都是一个欲、爱、情啊，会灭掉了一切；欲啊，会乱了一切。好亲像一盆真清的水，这盆真清的水呢，咱也拢莫去甲伊震动啦。你探入水影，自然水呢，就会现出了人的形象出来。看讲一个湖，湖水那静静，边仔呢有树啊。有处，咱来看这个湖的境界，就会当头看到树，会当头看到处，会当头看到湖边呢周围的境界。但是呢，不管是一盆水，或者呢是一湖的滴水，也那是有人啊，安尼探手落去，把这盆水啊，给怕叮当，那阿尼啦，咱人啊，惊我来水边啊，想要照咱人的水影，那就无法度呢，照出了人，这个、水的内底，人的影都照未出来啦。同款啦，湖水你若给怕叮当。同款，周围的境界嘛是同款照不出来，因为水重啦，那影都乱啦，所以咱的心嘛，甲迄个水同款，不管是一盆的水，或者一大湖的水，只要那是清的。周围的境界都明朗起。